My God， 其实这个台湾蛙民和这个民进党政府的这个无耻，可以说是无耻到天际了。那政治操作就是让人大开眼界。在 YouTube 搞了一个 video， 搞了一帮这个老外啊，这个黑蓝眼睛黑黄头发的老外来一起拿一片口罩说 Thank you 台湾，结果露出马脚，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口音都露出那个台湾音的，台湾本地人一听就知道是台湾的这个驻美这个基地的兵营里面的家属啊，那并不是真正的国际人士啊，他给钱的，给钱拿了那个台湾口罩就说 Thank you 台湾 Fuck you 顶你个肺。还有就是一个老外拿了一张台湾地图在那个时代广场到处问人，这是什么？ It's a piece of shit or it's a state of China。 人家说给你两个选择吧，人家外国人说给你两个选择，人家以为是 Candy Camera 或者是 Punk， 你两个选择，他只好说 It's a piece of shit。